有好多人说，哇，我怎么办？我很穷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方法可以赚钱，我不知道有什么途径，也没人告诉我教我。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想要跨越阶层，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富人，只要改变点身份就可以了。就比如说，如果你以前是一个餐馆的这个起台，就是做跑堂的，那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那你可以成为一个，比如说投资人。那当你成为投资人以后，你就收入就不同了，因为你起台的话，你是赚小时钱，投资人你是用钱赚钱。那有些人讲，那我要有钱才能当投资人呢？其实不是这样。当你一旦告诉你自己你要成为投资人以后，或者房地产投资人，或者不管什么投资人，你就会去学习各种各样的方法，然后你就会去接触不同的人，你会学习到怎么样可以不用钱投资，或者你也会想方设法把这个首付凑到。小红书。